各位早晨，欢迎收睇今朝早嘅天气报告。我系蔡振永。预料我哋今日会有几阵嘅骤雨，而日间咧亦都可以见到阳光。一齐睇下外面最新嘅气温。今朝早各区温咧都系介乎喺23至到25度嘅。而大范围嘅卫星云图上面，我哋可以清楚见到喺香港以北嘅华南地区咧系一道云带覆盖住噶。而喺香港附近嘅沿岸地区咧，亦都有一啲低云咧系影响住我哋嘅。從最新的雷達圖像，我們可以顯示到一些藍藍綠綠受到驟雨影響的地區，正是影響珠江口以西的地區和廣東內陸。預料我們今天都有機會受到這些驟雨的影響，但日間可以見到一些陽光。今天的最新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，有幾陣的驟雨，日間部分時間會有陽光，最高氣溫會上去到29度。風方面是吹和緩至到清勁的偏東風，離岸間中會是吹強風的。而至於展望方面，預料受到廣闊低壓槽的影響，未來幾天會有幾陣的驟雨。好了，今早的天氣就講到這裡，再見。